要走，今晚不要走。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神。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啊，都懂今天呢，我就要来做一个大家很期待、很期待的一个影片。那影片是什么呢？那影片呢，就是上一次我有故意叫错女友的名字24小时，对不对？然后下面有很多观众留言说很想继续看下一集，因为我记得上一个影片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就是说我被 Miki 打了一巴。然后我很多人想接下去看到底我在睡觉的时候叫出女友的名字她的反应会是怎样，所以今天我就策划了要拍第二集。第二集呢，我不只是会叫出她的名字，我还会在半途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下面起来了，看她的反应会是怎样。希望那个反应是我 expect 的这样子啦，因为我 expect 就是哦，周末你叫别的女孩子，你会这样子，为什么？然后叭叭叭叭叭叭，我真的是很想她扒我，扒得很厉害啊。所以事不宜迟 ，before 的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OK？ 所以现在我要先去冲凉，然后换睡衣，然后等她睡着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发梦叫别的女孩子的名字 ，OK？ 上一集我叫静心，这一集我叫静文。惨了，我也是有个朋友叫静文。哎，球球，你也是要 prank 妈咪啊？我们一起再 prank 妈咪多一次好不好 ？Good boy。OK， 所以事不宜迟，我先去冲凉先，因为我刚刚从外面回来，然后 Miki 已经冲凉准备睡觉了，我先去冲凉先。OK。A few moments later， 在我的影片啊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要给你们介绍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相信你们之前有看我的影片哦，都会知道之前我介绍过米上面膜这个东西。然后我今天呢，我要再给你们介绍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已经推出了加强版。怎么说呢？这一次的米上的成分比例哦，一定会比之前的来的还要多。然后呢，最重要是它的精华也是采用了最新医疗注射级别的精华分子，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更好吸收。哎呀，严格来讲就是比上次的还要厉害啦。如果你们还想要更了解米上这个面膜呢，你们可以点击以下的连接，然后去那边询问他们，然后看一下他们最新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啊，全码统一的价钱啊是320块。如果啦，你在外面看到低于320块啦，可能是假货，所以你们要查清楚一下子。如果你们想知道它是不是正版的话，这边啊会有一个 QR code 的，然后你们可以扫的 ，OK？ 如果你们买的那个面膜啦是没有 QR code 的话，可能你们就是买到假货了哦。所以你们买的时候记得查清楚先，不要买到假货，这样子的话浪费钱，然后对皮肤又不好。当你们买这个米上面膜一箱的时候啊，他们会附送一个赠品限量版导入仪，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他们会送到完为止啊。如果有的话就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啦 ，OK？OK，、OK? OK, 它的抽奖就是有 AirPod、有 iPad、有现金等等的啦 ，OK？ 一箱里面有10盒，代表你有10次的抽奖机会，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要买这个米上的面膜的话，你们可以去找 YT Team， 他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他们在新加坡啊、澳门啊、香港啊、马来西亚、啊、等等的国家都有哦。所以你们记得点击下面的链接去找他们，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购买到正版的米上面膜啦。废话不多说，现在马上用了就去 prank Miki。OK， 大家，现在 Miki 已经是睡到很熟了啦，然后现在是凌晨的2:52，所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二诊。我现在先叫名字，看他的反应会是怎样先。静雯，不要走，静雯，不要走，静雯。不要走，静雯。香啊，静雯，你觉得你香不香？静雯呢？
看经文。你怎么这么快睡觉？怎么你哭？宝贝，你怎么？宝贝，怎么？睡觉。A few moments later. 今晚呢？今晚。今晚。铅笔很硬啊，今晚，OK， 现在我要做一个终极的，今晚念花。怎么？牺牲？怎么？睡觉啦？没有经文。那个网红经文。怎么？妹妹呀、啊？怎么要拍呢？我喜欢记录睡觉的时候呗。经文。啊！怎么？你不要一直在那幻想，那我谁是经文？我都没有叫经文，你做梦，真是天真啊你！谁是经文？你觉得是哪个经文？你是哪个经文？哪个经文？没有经文这个人啊，你认识没？认识。谁？经文。谁是经文？给你打王者的经文。给我打王者的经文。啊，做梦，很美啊，哼哼，经文，做梦，四点了，经文。啊哈哈，惊喜啊！啊，傻逼！睡觉啦，今晚你是不是拍片拍傻了？我只是想看一下睡觉有没有东。怎么？整个半夜今晚不用睡啊？几点了？我没有今晚，怎么你在污蔑我？你可以睡觉嘛？你当我傻的？今晚怎么？今晚是谁？你叫永轩呐、啊，你不是叫经文呐、啊，好不好？你上期放到这里这样明显，你这边经文。我上期明显是我的事啦，你经文这么？是你经文，不是我经文呐、啊，几点了？还 Steam？ 我觉得你有病啊，真的。我觉得你才有病啊，幻想这么大条，然后弄那个怎么搞？什么意思，黑仔？你是不是幻想你很大？我不想跟你讲话，你现在伤了我自尊心了。你觉得有人的小鸟这样高的吗？你有看过小鸟低飞的吗？小鸟是一定飞很高的吗？你有看到小鸟飞低低的吗？这样我还是第一次看小鸟这样尖的，这样爽疯了。睡觉了，经文。什么要睡觉啊，经文？所以你现在是懂了是吗？你可以背着那个灯照着我吗？你觉得三更半夜会有人拿灯镜照着自己睡觉吗？只有静文才会幻想别人这么白。静文，其实静文是我一个初恋来的。你懂吗？懂吗？懂啊。我连发梦都发梦跟他一起。很明显吗？我发梦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去玩，一起游泳，然后一起做功课。我跟你讲哦。一个前任叫做李红，叫做启达。原来 Miki 是不会生气的，他知道镜头在哪里，是不用紧。你是真的是不会生气的、啊，如果放梦没有女孩子。对啊。不会啊，刚才你完全没有生气啊。因为你在拍，我不可以展露我粗鲁的一面。所以如果是没有。是静文。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把我分享、订阅和按赞。我们下一个二组再见 ，OK， 拜拜。谁是静文？你头脑一定是有一个叫静文的女生的，不然你怎么会想到静文？